这三年我们齐心协力，运动会、拔河、篮球比赛，各项活动都有我们的身影。在室外苦读的假期，是三年来最热的时候，几乎每个同学桌上都有着一个风扇。离高考还有不到一年，每个同学都在为梦想。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二零二零高考必胜。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二零二零高考加油。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二零二零高考必胜。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二零二零高考必胜。奥利给加油！七班七班黑马当官。2020高考必胜，加油！奥利给！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2020高考必胜。七班必胜。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二零二零高考必胜。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二零二零高考必胜。七班七班黑马当官。2020高考必胜。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2020高考加油。
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二零二零高考必胜。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二零二零高考必胜。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二零二零高考必胜。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二零二零高考。七班黑马当官，二零二零高考必胜。七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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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班黑马当官，二零二零高考必胜。我们的口号是：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二零二零高考必胜。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二零二零高考必胜。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二零二零高考加油。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二零二零高考必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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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七班七班黑马当官。黑马当官，二零二零高考必胜。七班七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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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马当官。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二零二零高考必胜。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二零二零高考必胜。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二零二零高考必胜。七班七班。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二零二零高考必胜。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二零二零高考必胜。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二零二零。高考必胜。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二零二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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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考加油。经历这个特殊的高三，你们除了收获学习，一定会重新理解责任与生命。在这最后的一百天里，只要你们坚持努力拼搏，在六月一定会收获成功。七班七班黑马当先，二零二零高考必胜，同学们加油，奋斗创造奇迹，坚持迎来光明。祝愿孩儿们快乐地对待学习，沉着地应对考试，无畏面对坎坷，平和看待成绩。十年磨一剑，苦战八十天，长风破浪后，一鹤排云天。将渴望变成行动，把选择的权利牢牢抓在自己手里。高考那扇大门后，有更广阔的世界等待着你们。加油各位，七班必胜。
Hello，Hello，hello. 好久不见啦，同学们。虽然我教大家的时间不是很长，但是呢，你们在我心里一直都是最努力、最有才华、最特别的人。所以呢，距离高考现在已经不到100天，3年的时间其实可以很短，但是100天你也可以让它变得很长。希望大家都能冲冲冲，最后去一个大家自己喜欢的学校，有一个全新的开始，让100天后的自己不要留下遗憾。嗯，最后是我们班的口号。等一下，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2020高考必胜，加油！你们森于非典，考于新冠，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届。今年的高考是挑战，也是机遇。愿我们七班的同学都能前途灿烂。七班七班黑马当官，2020高考必胜。嗨，七班的同学们，你们好！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，作为一名学生的你们，12年的征程即将发起最后的冲刺。曙光在前，胜利在望。高考虽然不是人生的全部，但却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步。理想的大学是你人生的第一桶金。虽然不能说这90天的拼搏将决定你们的未来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你们的未来将因为这90天的拼搏而变得更加绚丽多彩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念过往，不畏将来，以梦为马，不负韶华，要相信努力一切皆有可能。最后祝愿你们都能金榜题名，考上理想大学，实现心中梦想。七班加油，高考必胜。七班的小朋友们，你们正在经历着我们时常在文章中设想谈及的挑战阶段。作为不同凡尘的一届毕业生，面对挑战，越是正进入时不忘初心，越能在高考之中胜利。这一段封闭网课的学习时间，既是培养自学能力的契机，也是与父母亲人朝夕相处的难忘时光。大学后这样的时光将会稀少且难得，请一定孝顺父母，育乐亲长。进入社会后的挑战与考试将会比高考更难，希望七班的每一位小朋友，无论顺境还是渐入佳境，谨记温良恭俭，不管逆境还是为古之境，不应无人不方。最后衷心祝愿大家考得全会，蒙得全对，2020金榜题名。哥姐姐高考加油。虽然受疫情影响，我们不能在学校一起学习，但是我相信你们，即便是在家里面，也能够严格要求自己，向高考梦想出发，加油！七班七班，黑马当先，2020高考必胜，加油！我看好你们哟。同学们，我们七班是一个温暖的集体，是一个团结奋进的集体。面对高考，我们无所畏惧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你是高考场上绝对的主角，最后3个月我们全力以赴，我们必将圆梦6月，加油！